亲亲，你干嘛？劝呢？什么劝啊？亲亲要亲亲劝，抱抱要抱抱劝，以后没劝一概不行。什么时候规定的？我咋不知道啊？今天的新规定。有什么劝啊？目前发行了亲亲劝、抱抱劝、服务劝。没了。后续有新券的话，我会再通知你。行，那先搞张那个亲亲券来用一下。不行，要做任务才有券的。什么任务啊？你先帮我剥个橘子，我想吃橘子了。来，橘子券呢？那我现在用一用。好。然后呢？没了。就一下啊？对啊。不，那还我。是用过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得掌握主动权。好累哦。抱抱。不行，我没有抱抱券，我怎么能抱你呢？那我给你发一张。行，这是你送的啊。给我吧。干嘛？我又没有说现在要用，下次再用啊。你耍赖。怎么？你还能强买强卖啊？下次再用。那我免费送你一次。这是送我的，说好了。好，来帮我按摩一下。亲亲券啊，不行，我要换个券。你要什么券啊？换个角色扮演券嘛。什么？扮演什么？还没想好呢，先给我吧。那不行。那行，那就不按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现在是你有需求啊，那你自己看着办了，对吧？我无所谓啊。咋了？不按了？哟。还挺有骨气，那就一张，来吧，赶紧站过去啊，脖子吗？好了啊，结束了啊，这么快，你再按一会儿。那行，再加张去。你坐地起价是吧？不，行有行规嘛。哎呀，哥哥，你这哎，别来这一套啊！现在你是老板，我是师傅，行有行规，别坏了规矩嘛，对吧？你再加张券，我再给你按。行，那我不按了，谁稀罕啊？行，那这么晚了，你也先回去吧。现在就回去啊？不然呢？用你家投影仪看世界杯啊。行，那券来换。给你换。这怎么去啊？亲亲券啊。不行，我得要更高级的券。什么是更高级的券？这样，你拿张空白券给我，我自己写。